每日亲近神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他，得着亮光。罗马书第八天，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至三十一节，基督的救赎是神外加的义。但如今，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由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，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既是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了。用何法没有的呢？是用立功之法吗？不是，乃用信主之法。所以我们看定了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？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？是的，也做外邦人的神。神既是一位，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，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。这样，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断乎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。神按着他荣耀的形象样式创造我们，但世人都犯了罪，不论是农工商贩夫走卒，所有人都得罪神，在神的心意上我们都离得太远。神赐下律法，希望人能守律法称义，但没有人能靠守全律法而被神称义。或许有些许善行义举，但他们往往都带着个人的私意，况且这些善行义举根本远不及神的标准，差得远呢。所以我们根本无法自救，但感谢神，慈爱永不变的神为我们预备出路，使我们在不义的生命中得以被改变。原来神把他的义外加在我们身上，那就是神使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神使用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所以所有人真的都没有分别，因我们要脱离罪恶，都只有依靠神外加的义。然而，人若要得神所赐外加的义，就只有回到神的心意中，全心相信基督的救赎，没有其他得救的方式。神爱世人，为我们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他原来的意思是满足神义怒的祭物。在希伯来书九章五节里，同一个字也译作施恩座或遮蔽座，就是至圣所中约柜上方的盖子，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赎罪日献祭时要将祭牲的血洒在其上的地方。原来神不是对罪无所谓，神绝对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而是因为神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遮蔽了我们的罪，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使神对于罪的烈怒不再继续加在我们身上，而完全由基督为我们承担。基督就是神加给我们的义，基督的救赎既显明，也完成了神的义。神果然是绝对公义的。神与人原本是隔绝的，却在基督耶稣里使神与他百姓的关系得以挽回。
其实连回应神的信心也是神所赏赐的，可见我们真是活在恩典中。神不但是公义，他同时也是慈爱而信实的神，这白白的恩典实在不是我们配得，因此我们更加不能骄傲。人称义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，不是靠仪式或行为，因此我们当越发把自己的心不断归向神，神喜悦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向他敬拜。凡事从心里先寻求神，凡事定义讨神喜悦，如此我们才能活出与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是活在主宝血遮盖底下，我们向您感恩及回应，一生一世要活在主的慈爱里，不断信靠主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跟随主而行，一生都荣耀你的名。导读神的话，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地称义。Amen。 是的，主，世人都犯了罪，都亏缺了你的荣耀。主啊，我们都犯了罪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用恩典来救赎我，好叫我不要再犯罪。主啊，当我不再犯罪的时候，也是因为你的恩典，谢谢你。 Amen。 谢谢你，主啊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主啊，你是荣耀的主，你是公义的主，你恨恶不法，是我们犯了罪，我们亏缺了你的荣耀。阿们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因着我们的罪亏缺你的荣耀，以致我们离开你荣耀的面。主啊，但是谢谢你，因为在你有恩典，因为我们仍然可以蒙受你的恩典。阿们。谢谢你让我蒙受你的恩典，我们因着你的恩典就不再犯罪。谢谢你救赎我，即使我犯了罪，你也依然赦免我。谢谢你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不要再亏缺你的荣耀，要做一个蒙神恩典的人。阿们。主啊，我们要做一个蒙受神恩典的人。主啊，如今我们蒙受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我们就白白的称义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是蒙恩的罪人，因着你的救赎，我们的罪得赦免。阿们。我们这有罪的人，却可以在你面前能够白白称义。阿们。是的，谢谢耶稣，我们因为你的恩典，使我们这个亏缺神荣耀的罪人，因着耶稣的救赎，我们不但能够得到救恩，而且是白白的，我们不用付任何的代价，只要相信承认，我就可以蒙受这救恩。谢谢主。Amen。 Amen。 谢谢你让我蒙受这个救恩，因着你的救赎，我就白白的称义了，这是何等的恩典啊。谢谢主，你赦免了我的罪，让我可以重新站立，让我能够站立在众人的面前为你做见证。求你保守我不要再犯罪，因着你的恩典，我就得着了盼望。 Amen。 Amen。 主啊，我们赞美你十架的爱，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，你配得一切的尊贵、荣耀与冠冕，我们一生都来赞美你，我们要来颂扬你的恩典。主，是的，你的宝血是何等的宝贵，你的救恩是何等的珍贵，但是你却让我们白白的称义，这是何等大的爱啊！主，为你的爱，为你为我舍命，为你预备这个珍贵的救恩来向你感恩。 Amen。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 Amen。 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愿神祝福我们。